台湾鱼乡走透透的时间呢，我们带大家来到嘉义咯。嘉义这边呢、有哪些渔业特色呢？当然最有名的就是蚵仔养殖啦。其实啊，蚵仔就是牡蛎，但是呢，大家对于牡蛎的认识又有多少呢？这一集就跟着Mica一块来深入探索嘉义特有的蚵仔文化吧，走。嘉义位于台湾中南部，海岸线从北港溪口到八掌溪口，全长21公里，沿海平坦辽阔，外海则有外伞顶洲屏障，因此啊，成为了台湾浅海养殖的最佳场所。其中最有名的海产就是蚵仔，全台湾养殖蚵仔的面积约12,900多公顷，而嘉义县就占了40%以上，是全台养蚵的重镇。沿海地区啊，几乎家家户户都可以看见蚵仔的影子，可说是养殖渔业相当发达的地区哦。现在在民长旁边的这一位呢，是嘉义区渔会的推广科科长吴纯玉，吴科长，科长你好。哎，你好，科长，可以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，就是嘉义这边的养殖的一些特色跟发展吗？嘉义，说到嘉义这边呢，最主要的养殖有牡蛎养殖很有名嘛，还有台湾鲷也很有名，还有那四目鱼也很有名，还有那个鲈鱼，在这边都是算是比较大众的养殖。所以其实听下来，这边还养殖蛮多的一些水产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听到嘉义呢，第一个印象就会想到就是蚵仔。蚵仔它的养殖方式有非常多种，可以帮我们就是再多做介绍吗？当时的养蚵仔大概都至少有200多年的历史了。一开始是先民过来的话，在坎沟，结果看到地上怎么有蚵仔，就他妈吃一只蚵仔，然后拿回去吃了以后，那一壳把它丢在海边。又有苗附着，然后他们就有壳可以吃，然后那壳越来越多，就把它散在一个地上，那是散壳式是最早式的。那 后来这种方式不太好吧，后来就用插红式，就用一个直子把它破一个壳嘴巴，然后一个壳把它插在上面，然后插的就像我们在插那稻苗一样，秧苗一样，这样啊，整块田叫做插红式。然后后来又养了一段时间，这种方式好像又不太进步嘛，后来就变成用一条绳子把它绑起来，就用平挂式。平挂式后来又用这样有的水比较深嘛，然后又棚架式。棚架后来又养的越深的地方，棚架式又那插又不好插，固定不好，又用毛去把它固定起来。所以说现在发展是到现在叫孵蛙式。那目前呢、就是主要的养殖方式有哪几种？目前在东石嘉义地带的话，有最主要是有三种，超市那些已经没有了。最后是平挂式，还有棚架式、孵蛙式，最主要是这三种。对，平挂式跟棚架式比较养在浅海的地方，它是固定的。那孵蛙式呢，又养在比较深的地方，它是可以随着水的潮汐上上下下。可是那平挂式跟孵蛙跟那个棚架式，它一退潮的话，它就那整个壳就要离水面，所以它成长速度会比较慢。那孵蛙式成长速度比较快。随着时代的演变，渔民克服了养蚵的限制，从过去潮间段养殖到现在在外海中做集约式的养殖，增加了养蚵的面积与数量。你讲，我告诉你，这边有在串蚵壳，好，我带你来看一下。串蚵？对对对对对。婆婆。婆婆你好，你好。他们在那个绑那个蚵串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。婆婆，你会使教我安怎绑？伊叫你甲教安怎绑个绑个竿啦。会使无？怎样绑啊？哇，而且我发现啊，就是那个婆婆有没有？他就是用那个他的那个脚的那个脚趾头去夹住那个这个绳子，然后呢就是一颗一颗将那个蚵壳啊就是串到这个绳子里面，而且动作非常的利落哦。然后绑起来，然后看那个蚵壳的大小，如果比较小的，他这个
就两个绑在一起，然后比较大的它就一个绑一个就可以了。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发现，在这样这一条就是这一长串的那个科串啊，然后它的那个间隔其实都有一定的长度，对不对？差不多，对对对，它最主要是有一个空间让科附着在上面，要长大，才有一个空间去成长。对，屁股跟屁股，哎，对对对对，要屁股跟屁股，然后它绑起来，因为最主要它在那科苗可以长附着在上面。哦，要从一到一半，先从一半的距离，它到这里一半，哎，它到一半，然后你在这里绑起来，打一个结，对对对。那个结是绑一个？哎，都就一个单结而已的，单道结而已，这样你才不会距离那么远。哎，这个从头套到尾啊，那个等于是。等于是这一条啊，就是它有一个中心点，对对对，那我们就是两边的那个距离就可以取好，对对对，这样才不会就是长度不一。一边绑到最后面，那一边它要留一个绳头。哦，了解了。那这样子一串啊，大概要绑？有九个。几个？九个到十二个都有。苹果是它的两边绑结嘛，所以它距离会比较远的，所以变成现在都十一个、十二个嘛。那垂下式的有时候它要用九个，因为水没那么深呐。啊，我懂了，就是我们要用那个，就是养鹅啊的那个养殖的方式去分去分辨，说哎，这应该要多长？哦，我了解了。没想到啊，连绑科科都有这么大的学问在。阿嬷说啊，这些拿来当作科串基座上的科壳，都会选用比较大片的左壳，右壳因为比较少，因此不会使用。哇，吴大哥，现在阿嬷她在打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看起来这个机器啊，好传统哦。对啊。所以从一开始啊，其实在绑那个科串的时候，再加上打洞，完全都是纯手工。对。阿嬷。我刚才在气块买了，呵，哎，那像那个打洞的那个位置啊，比较硬一点的，像这个地方就可以了。啊，中间一点最好比较不要裂开啊。哦，就是要找那个科壳的那个比较厚的地方，对对对。那你要像这个，你要像这个，你要转在这里，然后绑也比较好绑，而且这样比较不会裂开，这样而已。其实只要轻轻出一点力啊，就可以进去的啊。对啊，这边可以哈。对，那个地方OK 的。你看打起来不做了吗？你们看，这是蜜酱我刚绑完的科串。那现在吴大哥，我们是不是要准备去细科苗了呢？对啊，走啊。等等，你拿一条都要是一颗苗啊，不是吗？至少要一串，至少要像这样，十条绑住哦，串串一捆是不是？对，一捆才这样才要一颗苗，一条才要一颗苗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一捆才可以？这样一条的话，它会在水里面哦，会晃来晃去，这样科苗比较不容易会附着。如果你用一串的话，这样它比较不会摇动，这样科苗要系上去比较容易啊，至少要多拿一点啊，拿一条的，你那一条就放这个啦。我们就拿这个去。好吧，那个还是。对，那走了，那就准备出来啦。鹅啊，也就是牡蛎，又称为蚝，其实都是同一种海产。只是不同的地方用法不同，其生长在海水或淡咸水交界处的潮间带，是一种广盐性的水产生物，主要以绿石水中浮游生物为生。绑完了科串，跟着吴大哥来到了港边，准备要到海上进行祭苗的动作。吴大哥说啊，在台湾所吃到的鹅啊，每三颗就有一颗是来自嘉义的哦。吴大哥，我们现在下一站啊，要去祭科苗，对不对？那我想知道啊，这边的科苗啊，都是从哪里来的？有一种是我们等一下向自己去放羊的祭羊，那另外一种方式是从云林县，你看现在有人专门在卖科苗。哦，真的？对对对对，所以现在比较方便的啦。那我们要祭的那个科苗啊，它是长什么样啊？它是已经成长一段时间，差不多1公分左右，在附着已经附着好的苗。哦。那么
这样买回来，然后再把它散开成一条一条，就变分散养这样。今天我们等一下就找一个就到那护花市，因为现在还得对的，对。然后我可以看到啊，我在那个水面上的护花市，叫做护花市，然后它的那个科架有没有都是它没有固定。哎，它垂降是海底面，对，它的科条是向下走的，哦，所以有人也称作浮筏垂下式，浮筏垂下式，对。哎，明讲已经到了，我们要进一个秒的地方就在这里。哇，经过了30分钟呢，我们终于到了。对，这个棚子底下都没有在养鹅啊，对不对？这目前是空棚，以前还在养。对。哦，所以说我们就寄苗，就寄在这种空棚上面，等它附着了以后，再把它散到别的地方去。一定要是空棚，然后才可以放弃。也不一定啦，就是说有空位就可以的，把它打一个结。它上面已经有绳子了，对，那你把它打一个结。哎，那这样子绑好就可以放下去了吗？对。像这样的空壳啊，怎么会长出棵苗出来？哎，它是一棵成长的棵哈，那这是产卵。然后产卵以后，在体外受精以后，变成一个浮游生物。那在浮游期到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它就在附着在上面，然后慢慢长壳，自己再长新的一个壳。哦，对。然后它一公分大，就是那个鹅的那个小 baby 吗？对。哇，所以要等到一公分大，是不是？等一公分大，然后再把它散开10条，现在10条，再把扔一条一条的，再另外再散开来散养。对。哦，哎，那像我们呢，就是寄棵苗，一直到长到一公分的那个壳啊，大概要多久时间？不一定要看那鹅料啊，还有那它什么时候附着啊，都有影响啊。哦，真的啊？哎，对。这里的采苗区就像是棵苗的幼幼班，等到生长了一定的大小之后，渔民们就会开始分棵苗，也就是将原来绑在一起的10条棵串一一分开，再逐一绑到想要养殖的棵棚上，任其绿食，慢慢在水中继续成长。哇，有些那个棵苗正在作业，而且你看它就站在这个浮筏上，哎，看起来好危险哦。它不会摔下去吗？啊，不会啊。没有的科米呢，他们开始在把那个鹅啊，就是在收成啊，收成是不是？对。哇，大哥，你可以拿一串起来给我们看吗？你看，好像很重哎。对啊，很重。哇，这样子一串大概几公斤啊？大概这至少有20公斤了。20公斤哦。哎，吴大哥，现在那个啊，大哥把这个鹅啊都放在这个机器上面，是不是？那都是那洗壳机。是做什么的？洗壳机。洗壳机。对，就把那个外表，还有把它弄成，把它分散，然后又把它洗干净。因为它上面你看哦，才刚捞上来的，捞起来的上面还有很多的泥沙。对，把它洗干净啊。哦。你看它跑到里面，就把它洗干净了。哇，没想到啊，现在那个还这么的那个高科技，还有那种自动化的一个大型机器来做辅助。对。而且我觉得这些帮助渔民真的很多，因为他们可以省时省力。我不用像以前在用摇篮呢，以前都是完全都是纯手工的，对。这样很累很辛苦。像我看他们这样3-2下功夫，然后有没有一整篮？对。就整个就是集中在一起了。吴大哥，这边好几篓啊。都是柯明今天辛苦收成的鹅啊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很想知道啊，到底啊里面的鹅啊长什么样子？我开一个给你看。好。我拿一个，开一个给你看啊。哇，刚刚收成的耶！看起来啊，它的那个肉质非常的饱满，而且我知道那个鹅啊有没有，它有那个海中牛奶的称号，对不对？也叫做西施奶。西施奶。对。吃了会变漂亮吗？对啊。真的？那我要多吃一点喽。OK 啊，可以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呢就是嘉义县的外海所养出来的甘甜肥美的鹅啊。东势沿海到外峡顶洲，总共有10000多个浮棚。这里的水域干净，海潮对流旺盛，浮游生物多，所以是一个养科的好地方。现在刚收成完了，然后做一些初步的一些冲洗之后，那下一站要到哪边去了？这个不能这样就卖出去啊，还要再经过。等一下，我就带你去看用澡堂洗石坝。啊？洗过以后，
这样才可以卖到外面，这样品质才会好啊。爸，对对对对，人家带你去看。鹅鸭的营养价值极高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锌、蛋白质等，最重要的啊是其中珍贵的牛磺酸，可以保肝利胆、降血脂，是一项营养价值非常高的海产品。冲洗之后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鹅啊壳壳已经就是来到这个加工厂里面，然后有许多阿姨开始在剥壳了。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壳啊，就是全身都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干净哦。哎，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啊，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啊，鹅啊竟然在冷气房里面剥壳？哎，因为保它的鲜度，就像我们的壳，它里面一定泡了盐水，那壳的里面的箱子里面呢，一定有冰，保它的鲜度。有冰块耶，所以这是冰水了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是那个泡盐水的冰水。阿姨，你可以教我怎么剥鹅啊吗？帮他们剥。它是不是有一个那个？哦，这边有个点。啊，看到了。啊，那丢吗？丢了。哎，我过来这边，该摇摇的。这边，然后稍微这样摇一下，摇一下。对，我的蛋。哇！摇摇，哎，摇摇蛋很快。好快哦！哎，这边有个硬硬的东西耶，这是椰虾米。椰鹅蒂呀。鹅蒂。哦，颗蒂。然后把它这样子。你看，这是蜜酱自己剥的鹅啊，虽然呢。它被我剥的形体有点不太完整了，可是应该勉强还 OK 吼。嗯，阿内会塞不？会啦，还可以吃啦，娃娃桶子里面。像我们一般啊，到菜市场去买鹅啊的时候啊，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说哪一种鹅啊看起来它的品质是比较好的？很简单的，我先从这里面刚刚剥的东西里面，我跟你整理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像这种鹅啊，嗯，它的鹅席啦。啊，西大，它凹边缘这个地方吗？我西大就是鹅，西大它凹，还有这多，它肥美，而且这鹅啊就是较肥、较好吃的鹅啊。从这个啊边缘这个地方，鹅西大，然后它颜色越黑的话，代表越新鲜，然后品质越好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可以从这个肚子这个地方，对，圆圆滚滚、肥肥大大的，对，就代表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哦。取下的鹅啊会放到旁边的冰桶当中，以确保鹅啊的鲜度。阿姨说啊，这些鹅啊千万不能用淡水盛放，不然呢鹅啊的营养都是会流失的。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下一个关卡了，那请问一下吴大哥，现在阿姨啊他们在做什么？是在洗鹅啊吗？对啊，在洗啊。对啊，要经过第一道清洗，然后它是用湿度计的冰箱去清洗。你说这个水是四度四度 C 的冰盐水，冰盐水对，保存它的鲜度，营养不会，对对对对，等压，所以它的那营养不会渗透过压到眼里，也会流失掉。所以就把那个一些，比如我们壳那屑，嗯，把它洗掉，要滴到清洗，然后接下去才经过臭氧杀菌。哎，你想要知道什么叫臭氧杀菌吗？臭氧杀菌，哎，我真的想知道。哎，那想知道。带你去看一下。哇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
怎么吴大哥，我怎么闻到一股味道啊？那就是臭氧的味道啊。臭氧的味道。对对对对。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鹅啊。对啊，对对对对。可是为什么那个水会冒泡？是在蒸煮吗？啊，不是，那个就是臭氧啊，臭氧那是杀菌用的啊，它跟水结合，然后这样你看，它慢慢走过去就让臭氧跟那鹅啊结合在一起，结合就把它可以把细菌杀掉，那吃起来才安全啊。滚烫的水哦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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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那个水冒泡。他说冰盐水是不是冰盐水跟加臭氧的啊？这样吃起来的安全卫生啊，像这个工厂就有 PASEF CS， 它产销履历三项认证啊。我政府现在很重视这个，所以 ES 才会补助一位来做这个啊。加工的处理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，就是非常的安全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你之前跟我说，鹅啊洗澡，然后做 SPA 的澡堂。对啊对对对啊，这样才会刺激才会安全啊。鹅啊从传统的加工环境进步成现代化的自动化生产，有 HACCP 危害分析重要管制点的把关，才能够将粒粒鲜美的鹅啊送到消费者手中。而为了解决蝌蚪的问题，科学家开始着手研究蝌蚪的废物利用。目前呢，已开发出两种蝌蚪的利用价值。第一是蝌蚪内部闪亮的珍珠层，可以萃取出珍珠层生态，并进一步制作成美白防晒的保养品。第二是将剩下的蝌蚪经过打碎、过筛、煅烧等处理后，这些牡蛎壳粉可以作为抑菌、清洁、除臭与净化水质的作用，大大的增加了蚵产业的附加价值。嘉义的鹅啊呢，在台湾的养殖渔业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下次啊，来到了嘉义，除了火鸡肉饭之外，别忘了一定要来体验东石和布袋的鹅啊产业哦。我是咪酱，娱乐新世界，我们下一半同一时间再见喽，拜拜。肉眼是看不到，用显微镜大概180度就可以照得到。啊，还用显微镜哦，得让它那个完全呈现平衡，代表就代表0.5颗微粒的单位哈。就是那边有个教堂，它上面有台机器耶，那是什么？对，都叫拿。他们后面这边在做什么？现在在做筛选分级。分级跟筛选是不是？